工作船缓缓驶出港务，甲板上运载的正是我国首艘潜舰国造海鲲号。自去年9月正式亮相之后，如今即将前往台船厂房进行下一步测试。移泊过程中，更意外与台船新建的潜舰救难舰编号571的大武军舰同框。透过缩时影像仔细一看，包含鱼雷发射管底部的侧边声纳与鱼雷右标孔都清晰可见。不过螺旋桨还是用布套遮掩，移泊过程中公开亮相。而这回泊港测试首要目的，正是为了了解海鲲号浮力是否达标。下潜啊，上浮啊，左右的摇晃啊，这是基本。特殊的，它根据它的这个战术的环境，它会面对什么样的敌人，并且敌人它要怎么样做。这个是特殊的，我们并没有想预设哪一天完工，在测试，测试完以后没问题，海上测试，然后呢再交军，好不好？是按照测试，没有预定一定要哪一天前，不会这样。强调国军安全是首要考量，海鲲号进度维持口径保密到家。不过国军日后谁当家同样是热门话题，外界点名热门人选包含建军理念深受美方肯定的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以及前参谋总长陈宝瑜，另外前舰国造召集人黄树光同样榜上有名。每天都有人点名，很多人，我们每天都回应，都累死了。我们军人久了以后把本部做好嘛，至于要去要留，我们都没有讨论到这个，啊，我也并没有想说要做什么准备，没有听到通知之前，啊，我们不会有任何动作，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啊。面对中共频频文攻武吓，新任国防部长不论谁来当，肩上的压力恐怕只会多不会少。接新闻是由黄奇阳采访报道。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